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 Hour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John Hour 的频道。今天呢是介绍一个游手游给大家这款游戏，这个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呢是叫做《神回避》的手游。那么呢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是日语的这个文字出现了的。但是呢，即使是不会日语的人呢，也是可以玩这个游戏。它这个操作界面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简单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玩玩这个游戏了。这呢，就好像一幅漫画的感觉一样。这个呢，我已经玩到了第16关，现在有开始。那么我现在重新开始玩这个游戏给大家看。第一个是雨回避，就是回避那个雨的意思哦，所以就要拿这个伞，然后给它撑起来。这样子你就回避到这个鱼了。其实这个游戏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呢。失去了彩虹，耶！第一关就这样子过了，回避成功。那么下一关，第二关，只回避。就是有一个厕纸，可以看到那个厕纸槽是空的。OK，现在呢，因为他现在这边没有厕纸没有嘛，所以只好用这个烤电纸的，没办法，也不能用那个壁纸吧。好，下一关，第三关。鬼回避，这个是那个蟠桃，这样子呢，把它引诱走，它就被看到了，所以就回避成功。第四个，这个呢，我开始就有一点大的感觉了。黑板蛇，黑板擦的回避，现在呢，这里有一个糖，我把这个糖放在这边诱惑它。这样子，耶！这样子呢，他就弄不到我了。诶，那个黑黑的都灭掉了。第五关其实他开始也是有一点不会，因为呢，就被一个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看我的生命只有一罢了，所以呢，我要讲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要把一个给踢出去。向那个方向把它踢出去，这样子就有一个空位可以给我出来了，这样子我就可以逃出成功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我也看不懂，反正都注意那种也是有些是日语，但是看不懂，所以也没办法下载啊。就算下载也不能玩什么。这个呢还可以知道自己要在玩什么，这个好像没有用啊。哎呀，我弄错了。OK，给它带上。后面开始，这样子呢就不会攻击我了。如果没有那个把这个后面的人马引诱出来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被攻击了。然后我就是变成他的下手对象了。现在这一面的第6关都已经玩完了，现在呢就玩第7关。这跟第一关的雨伞是差不多一样的，所以叫做雨回避二。那么我会拿哪一个把雨伞呢？要拿的就拿青色的雨伞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青代表通行吧，青代表安全吧。因为呢，刚才有红、黄、青三个那个什么雨伞，红色、黄色、青色的雨伞。因为我说我拿青色是因为青色安全的意思吧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。因为第一个呢是黄色的，好，现在又成功了，逃避了。现在是第8个，是逃避辣，就是臭手吧。那么该怎么过这一关呢？其实也是很简单，把那个放大镜给拿下来。这个有辣，这个没辣，吃掉。Yes，
这样子肯定回避了，左边那个就会中了，耶、yeah ！然后第九关，第九关呢其实有点久，我花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。这些其实没有什么，要把这个色拿掉先，然后香蕉。来引诱这个猴子 ，OK， 这样子呢我就可以有这个绳子了。OK， 这样子就放做出一个绳子出来。Yeah， 安全回避，不懂怎么念啊那个字，谁会注意的也可以念一下。OK， 现在是第几关？第十关。第四关是这个一个，这一关有点中二一点，太中二了。就拿后面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在这上面画画画画画一个召唤师，召唤阴阳师出来，好像有点太中二了。耶、yeah, ，赢了！这一场躲避球我赢了 ，yes。有点，好吧，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所以是神回避，真的是一个神出来。OK， 敌回避，这些你有看到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呢又该怎么办呢？其实也是很简单，很简单罢了。把它打出去，打出去。OK， 再把这个打出去。OK， 这样子可以再打，再把这里打出去。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。OK， 下去。如果你是直接走下去了，你就会撞到那个什么史莱姆啊，不知道。耶，过关。下一关，第十二关，这个也是拖很久一下。难怪我回避，我就知道这样是吧？其实答案就在这边罢了。其实他这本来是要找一个糖果的，因为这个南瓜它上面有一个长得像糖果的东西。然后一个这个时钟，因为它这个也是有点像糖果，但是呢，其实就要拿给它这个，给你，耶，过关。这是什么？第十三关，第十三关呢是比较复杂一点，礼物的回避。这个礼物是做弄的，我做弄的，所以呢要拿着蛋糕，然后，哎，这可以打开不是吗？啊，这个，一个叉，哎，这边不可以打开吗？我记得是可以打开的，那是另外一关的吧 ？OK， 哎，这不可以放，来，给你。拿、啊、给你，拿、啊、这个，然后这个是这个，它上面就是有一个作弄人的这个东西，所以呢这样子就回避成功了。这是什么游戏？现在是第十四，车回避，然后有个足球，好，这一关呢其实要非常简单。按这个，按这个，再按 ，OK， 这样子啊，他就没有事情了。这准备回避成功，再来一次给大家，因为这个是要拿着球的。哎，好，一个按。哦，只有一次而已吗？按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拿这个 ，yes， 打 boss， 成功。
第几关？第15关了。第15关是也是比较复杂一点，是一个蜂蜜的蜜蜂窝的回避。这个标按下那个就一直走过去，所以要买一个东西先，买这个东西，然后买一个石头，然后这个呢，我忘记是讲啊，OK， 然后决定里面。 我在看这个天使，这样子，然后它就会给我那个叫什么？我继续走吧，那个石头好像没有用了，其实那石头是陷阱来的，陷阱啊，道具啊没有用了，真的。这样子就安全过关了这一关。好的，现在呢？ 现在是卡在第16关这里，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要怎样过这一关，就是打开这个瓜子那个包装。我开始吃这个，找到这个花，然后有这个人，哦人在不对吗？然后就我们还是碰这个人，然后是什么时候这个东西给他自己打开呢？我看到一个花了，一个两个。 第三个，那还少一个花。OK， 给你。好，我要这样子。给你吗？不是。给我？也不是。给他。啊。 竟然就这样子过关了，然后，什么意思？不明白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这样子就过关了？还没有，打开这个，还是一样啊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介绍呢，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知道怎么破这一关的话，也请大家。 告诉我一下，在下面留言吧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按赞、留言并且分享。如果想持续追踪我的动态的话，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